Hello，Hello，hello, 有妈妈，Hello。有麦有麦，就你什么段位啊？我巅峰啊，怎么啦？我操，你这么菜啊，比我还低。哇，巅峰算低吗？你看我操作，我带你飞。我巅峰算低，你什么段位？白板哥、传车哥，直接巅峰和一样高，好吧？我直接带你飞，是我吧？操，你他妈你巅峰跟我说我巅峰菜。我可以发现你那队友身上有人。这个人你要不要？要的话就给你打。你不带我我这个飞人吗？他你不秀带给我你。飞吧？你不说我很菜吗？来，不是，你这操作我们笑死了。哎呀，我输了，你直接打他吧，这是个小菜。看我 OK，左，牛逼。我左右横拉都能拉死他，你太没用了。牛逼，好吧。不是你怎么你哪来勇气说要带我飞？这把我必须给你飞，好不好？看我拿两个人头，好不好？拿两个小菜。你能拿两个人头，我倒立吃奥利给！你拿两个人头，就你的操作，你这哪来的神马套装？一看就学别人组多的吧？这不是小小明的神马套装吗？我拿个小小明的，我拿个小小明的。拒绝！我6啊，我6，这老六就在那个复活点，就在你对面那个复活点了。来了！妈的，这个老六好狗啊！完了呀，我打不过呀！哦，侥幸。这把火箭筒我不会玩，我只能上天。弄死他！哦，不是，哎呀，你真的是神马哥吗？我都感觉你一点都不像，我操，都没我那么牛过一。没带走。你还发便便？我操，太有实力了吧！没实力，我没实力，我没你有实力。